你飞机啊，飞机才水着，你来看卖啊！你飞机大只一斤三五，一尾一斤，一尾一斤，一尾超一斤，你看当个？一尾超一斤当个？咱阵一尾三五，两尾七百，这两只七百，这拢一千四，一千块才一千块，五只一千只一千块，这五只一千个，我一只只给你六只来一千块，一千块啦，一千个，飞机大只一千个，一千块，我大啊，我看卖，一人两只啦。 两三只一千啦，一人两只将三只一千块啦，将三只一千块，一千块，将三只一千块一千块，将三只一千啦，系啊。阿恁爸咧？阮爸，阮爸伫何必？阮爸，你要找阮爸去何必找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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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先开下去，肉比较多了。我刚拍你啊！我起来一本啊，卖讲三百，至少卖200了啦，一本200块也无得钱。你三百拢我来500块，500了飞机才来500来啊！你500块唔敢食？我走了，谢谢啊！来，好来，爹我已经破炒300几届啊！来，一本啊，一本200，来，来。买500了，惊着，免惊免惊，你买头鱼好食，白鱼你炖打煎就好啊，足简单，炖打煎，你一尾好啊，较大尾一尾抬起来，一尾七十，那个新开就像我上礼拜三，叫金丝舞啊，也是啊，我开下去没什么人啊，好不好？这很正常，一只春泥锅呀。再多一只的已经超过10个跟我说了，已经超过10个跟我讲啊。日本啊，因为较细尾而已啦，我懂啊。你也无？剩只两个大个啊。哎呀，大尾上来3只、4只、5只、6只、7只来，8只来，我加一尾细尾来，看好。这细尾敢稳做虾？个人要食尾头的无？码头鱼，个人要吃尾头啊，尾头剩只呢，拢无啊，一只、两只来、三只来、四只来、五只来，六只，Hello，六只来、七只来。张一奇也是资深会员呢哈，看到那个标志就知道了。标志变黄色就是资深会员。大只看来三只、四只、五只，大只现在六只来、七只来、八只来，加一尾算200块。春节现在无啊无啊，依然是来，谢谢，春节拢来下来，百五，百三啦，无啊，春节来130，130啦，130，130，哎呀，你有买好，100块，100块，好不好？谢谢，来，我头前个两罐拢有收啊，来。不行，哎呀，你不行，鲍鱼啊，这吼，哎，这鲍鱼啊，正平哦，好食，人讲乌皮鲍鱼啊，鲍到天，爱食你买200块，一尾我搁俗鲍鱼，一尾大约50啦，真两块4只互你，5只你，6只你，7只你，200块你，一尾200块，我唔知几只，200了啦，一对互你200块啊，唔知几只，卖问我几只，200块，正，来200块，鲍鱼啊，正，对啊，你变黄色了，你也是黄色的，很适合你的形象哦，鞠姐。对，我今天开两个直播。今天有丝木鱼吗？这么平哦，有哎，这么平哦。这右边角落有丝木鱼哎。你地钓那卖不？有。应该不是打鱼，我看那个鳞片是丝木鱼。我看那个鳞片是丝木鱼。俊平，你要来现场哦。这边离得意人生很近哦。还有几百箱还有几百箱还有两百块了，头前个两个好了，两百块这大堆的，这大堆的两百块了，非常顺利啊，两个这200块，五百块一样，然后五百块一样，包个鸡没有条，还有必须包。
够水的话，金丝水过哇，还能放过，还收钱啊？后来，现在四目鱼应该不便宜吧？200块能放过，太好了，遐个是太好了，这样啦。那正好你徛啦，这边正好你徛，照位。200块，能放过，这样的啦。来我这样看简单我写好来不拖刀了我看看来来这两块来200块来谢谢叫刘医师啦我带你介绍非常熟悉要来现场应该离你很近吧我相信这个点离很多人都很近哦、喔、好可以没问题来不接都给我你把油料好吃回去用炊粿煮的好吃你有人知道便当店人去做蒜鱼白饭的啦200块而已蒜鱼啦蒜鱼讲到尾要上200块来有人要吃蒜鱼鳕鱼头刀了这个蒜鱼头刀了因为8点到9点是市场是市场最多人的时候啊大概10点以后人潮就会慢慢比较少有人就不会紧张了，没有人来才会紧张。200好来，有人来买的话都不会紧张。100两，啊，我要100，200装一起吗？啊，你觉得你很面熟，从哪里来？快点说。张浩宇。是去五零的吗？那个位置好吧？我来给他帮你改一块位啊。那个我不知道他在洗什么，我就把它停掉了，不然会影响到大家观看的心情。三百块钱能发了，200块能发好。哇，你看我买车，拿丢金的，你看我买。200块呢，能发好。我一人给200块。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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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你当你等于用加州加就好啊，简单嘞，你贵就简单等于用加州加就好。打三万三片而已啊，我紧着你啊，一百块了。我在想的话，礼拜六应该会很恐怖，因为今天是礼拜三，礼拜六这个场子很多人。我不是说这，我是说礼拜六东兴市场很多人。礼拜五在第五市场。最后一个无啊，一百块，这个小鸡仔拢卖一百，无啊，最后一个一百块，一百块只拢卖一百块了。最后一百哎，我跟你讲啊，今日开机啊，头一天开机啊，了钱恁吃袂，恁后日拜六过来哦，拜六哦，拜六过来，拜三拜六就叫你爱过来啊。你下早一尾卖百五，这两尾卖三百，你三尾拢是四啊五，四啊五，三尾拢是四啊五了，四百，三百了，三百块，三百块了。哎呀，这尾来一百六，这尾要死。这个点是礼拜三跟礼拜六，然后礼拜五在第五市场，对。准确来讲，你三百多，三八加三百块，大街，三八拢话三百块，拢话三百块，这种七八。九夫很好，节早七八节早，对，早上的，听说是在国小的后门那边。哎，两百块，阿姨，你那个发糖，我忘记了。吃不了，不然买两块，两百块。要看，要现在打开直播就看得到，我下面有写，下面的说明有写，在那个后门。这三只两百块啊。这个好像是在来个国小后门旁边。三百元啊，三百一啊，三百二啊，三百一糖奶糊啊，三百一三八，三百一瞬间的货，这个三百一就便宜，好猛快！一百来的，一百八百，这两位杀了，现在三百六，两百货了。对啊，礼拜六，礼拜日人潮会很恐怖，所以我在想，礼拜六的话要往里面一点，不然会挡到，会挡到这一条的路，会挡到这一条的人。两百六，两百块，两百货，这两位，两百货，这两位，两百，这两位，两百，贵一贵，一百货了，一百块，一百货，一百万，阿姨啊！你刚才有人说要买吃木鱼，他来了吗？虾仁来，俊平来了，笑什么笑？俊平来啊！俊平，不快乐吧？我来国招来啊！三招了，中小国小，中小国小，哦，对，中小国小，一包的，一包的，八百，哎，哎呀，哎，买一百了，哎，加酒楼啦，买三百块，三百块。礼拜三、礼拜六在这里哦。海林哥下来三百块，三百块存起来了，我三百了。带海林哥下来三百块，这一台虾仁三百块，带海林三百块，这是海林三百块啊，三百块。也无啊，海林存起来无啊，再不了不然买两百块，两百块，两百块，两百了，这台两百块，这台海林两百了，两百块拢无，两百块好了，这是。也一只四百。这个鲑鱼尾流接下来，这地量无啊，一百块了。这块尾流一百块，这块尾流一百块。鲑鱼，再帮我捏吧，不是地量啊，还一百块。这鲑鱼现在斤两三四五，这五地拢来五百了。海昌君，吴阿姨真素质好吃，对啊，吴阿姨很多人很爱哦。四百块，来这边来。你们有？你们有吃过蜂蜜吗？有一千多了，有一千多了，来找你大货，来找你，谢谢。
啊，鱿鱼圈当中间这十二个人客，无啊，一手十二个人客。这人咧做三杯，这高餐厅、高海山塔，一分菜啊，一包做两分啦，一分菜给你点过来。有事吧？三杯中等。三杯中绝对好诶，大包大锅诶啊！大锅这种该处理啊，等于要食偌济退偌济，要食一包甲炒一包，要食两包甲炒两包，这啊十二个人客啦。后面有个女生又慢慢的走过来，应该是，应该也是粉丝吧？不是不是，普通客人。100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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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来头的，谢谢。我先来100块呢，100块呢，公斤的啊，我。可以啊，来这边。两个100块，这边搁一个。早上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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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如果有问题拿回来还我，哎，对啊，八个，18块了，哎，我先来100块，18块，我一包回来无，100块，三杯总共我先来18块拢我，拢我，哎，谢谢来，来我家老龟头，好花之王。有新来的帅哥哦，四百一杯哦，哦，海螺王大手笔请帅哥哦，靠哎，哎，先来，先来。1000块好不好？一盒1斤半，斤半是重的哦，10重1斤半，900公克啦。正海虾啊，红卡红手的是夹水虾啊。1000块，要多少？要多少？买1000好不好？不是一盒多少？一盒啊。1000。1000吗？1000。来来来，我拿给他看，你就知道一盒多少了。够人来无？有啊，我无啊。出糖回家。你搁买挂手套，手甲插着呢，都好啊。你三个拢哩，人拢知影。600啦，我贵啊。哎，我一块，多800减一块啊，好无？哎呀，800减一块啊。菊姐，你那个偏袒的太严重了。菊姐，你偏袒的太严重了。竹夹没有，今天没有竹夹。今天没有竹夹鱼。今天有恰章石母，恰章 OK。因为今天是第一场啊，今天第一场，他不会带太多东西啊。一包两斤呢，一包两斤呢，你有什么爱？一斤我两斤卖800，两斤重卖3了，卖300只的。蚵仔只，遮水着，蚵仔若水若倒了，莫甲买啊，倒就是代表无钱啊。安尼啦，你有想要买，你再举手来，若无我就捧落啊。一人买一包，一包莫讲开300，你啊200块，150了。这蚵仔若无死就倒落啊，这无人爱啊。100块，100块了啦。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在这里。牛排没有。好潮流的。你都点那个很久没有卖的东西了。鱼肚，鱼肚也没有。鱼肚也没有。鱿鱼花。鱿鱼花刚才卖掉了。他要买的有了，所以我就说你要。都没有了。都没有了。
我跟他说你要跟他讲。你没有我的 LINE 吗？你要什么跟我讲一下，先跟我讲一下。哎，先搞过。我跟中间爱讲，你现在讲。我这讲伊啊，国演的哦，国演的叫下国演的，跟未死咸，拢未死咸啦。这叫宜兰的南方澳，今天礼拜三。南方澳的咸鱼啊，这未死咸，一尾好你卖南方的，一尾卖八十，两尾百五，三尾两百。你三尾两百，你两箱的啊。Hello， 老板，礼拜三跟礼拜六在这里。对，礼拜三、礼拜六都在这里。好的。怎么了？那几点了？几点了？跟人家讲一下几点。你今天几点到啊？我今天五点就到了。啊，五点就到了。好像五点了。对啊。但是五点你还没有开卖。七点来呀、啊，七点来刚好。对啊，我就说五点你还没有开卖。啊，对。七点比较刚好啦。七点比较刚好了。这个市场比较小。这咸鱼仔，我就讲可以卖两百哦，四只两百，这五只来两百，我一只出40块了。他帮我洗。来，六只你两百。啊。你是特别跑过来看了、哦，拜拜。边啊，旁边啊。八卦山还有哦，八卦山有。你咸鱼不要吃哦，一只、两只、三只来，四只来、五只来、六只来，现在200块、200块，200块，一只出3块，这卖死咸的哦，200块了，200块啊，还小家庭吃不了，不然卖100块，两只、三只、100块，甚至100块，这三只100块，三只咸鱼100了，来，这钱两三、这三只搁100块、100块搁上来。